上上，洋洋厂小小闯祸了，老师叫家长，你帮我去一下。你怎么不自己去啊？洋洋老师才20多岁，我这么大年纪跑去让他说一点，多不好意思啊。那我这个样子我也去不了啊。那怎么办？你就跟舅妈说，洋洋在学校获奖了，让舅妈去领奖，舅妈就去了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个办法好。Later， 张大生，我按你说的，你舅妈去见老师了，等下回来找我麻烦，怎么办？老子，你在哪里啊？快过来！张大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你舅舅啊？舅舅啊，没看见。老婆，老婆，放开我！这个堆是大马山出堆。放肆，没亮张